请坐。各位学员，各位同亲，大家午安。真欢喜，今仔日坐甲满满，还阁坐袂落。自49期来，咱初级班啊156个，咱即马11期的高级班331个。大家拍扑啊，就是讲，咱要即阵的时间较接近啊，对唔对啊？对。足感谢，足感谢大家。啊，今仔日啦，啊，我甲大家讲，要予大家爱知影，咱的哦做啊，主张。很重要的，咱的主张啊，让大家我了解，咱是啊，咱就是讲遵守国际法啊，遵守啊，依照国际法的主张，咱啊，包括个咱的主张，因为大家拢爱知影，咱啊，这。哎，唔要紧啦，我讲啊啦吼，啊，互工作人员去处理啦吼。咱啊，遵守国际法是安怎讲？秘书长常常咧甲咱讲，咱免去改行路啦。有诶讲台独讲啊，阮大家都爱买枪来冲啦。第二点嘛，咱敢爱？唔免。第三点，咱爱敢改去选举，唔免。所以这是咱的主张，大家安尼足清楚啊嘛吼。这是咱的主张，吼、哦。啊，别过来甲大家讲，来看第二张的 PowerPoint， 这是什么？啊。流氓政府啊，就是伫世界上已经消灭啦！啊，蒋介石伊伫啊革命实践研究院，伊那安尼讲啊，所以这大家也足清楚的。啊，起码美国啊，甲中国话拢讲好啊。伊若唔离开啊本土台湾甲澎湖的话，因去金门妈祖嘛。啊，若唔是要去带，好来，咱过来。这唔是我讲的呢，这是啥？福州新闻呢？这张是福州新闻呢，所以大家。我足清楚，因为闭幕式啦，人总理足爱护我的啦，因为我较未晓讲话，伊讲啊，你我爱来讲者，我讲好难啊，啊，总理要向我联系，我足感谢啦，所以讲我甲拨一寡时间吼，甲大家啊共同来了解啦，啊，即嘛。咱的中心内底，拢有来自世界各国。咱我足感谢啊，纽约的刘医师啊，我看大家甲鼓掌的，伊从纽约来受训的啊，刘医师，我看哦，我的时间啊。
半头五分钟啊，可以来讲一个来这学习的心得，安尼好啊，好啊。啊，你足感谢啦，安尼啊，咱请刘医师啊。啊，李家欢吼，要真正感谢啊，咱蔡总理啊，咱啊林秘书长吼，啊加这个咱的张局长，好有这个机会，而且啊来讲几句话。我是代表台侨，我是为啊美国纽约去回来。你这中间我参加咱。法律的研究研习会有初级、甲高级的，这两项我拢结束。我是伫顶个月正月十一甲十三参加咱的47级，因为我为比较回来，第二天、第三天我赶来参加。啊，我今仔日啊真荣幸吼，伫遮参加咱十一届高级。结博士以后，我伫明仔载早起时，我就要坐飞机返去我所徛起的所在纽约去。所以我伫遮呢，用我真语重的心肠的心态，我来讲几句我家己的心声啦。我知阮台侨甲咱台湾的乡亲共款。对着咱台湾的前途真正关心，咱听好，讲出咱的心声的时阵是经过选举尔，剩的别个管道拢无。所以咧，同款，阮真侪台侨为着台湾的选举，拢真侪自掏腰包，啊为足远的所在，坐足久的飞机回来，为着啥物事？为着选举。伊就要表示咱会上讲的一句一口气的话那尼啊，所以大家拢真辛苦。所以咱在伫咱的选举中间，尤其是咧选总统，哦，搁较侪人，甚至会坐包机。国民党嘛是同款哦，伊讲恁若来遮来登记，就要甲伊优待，但是咱台侨无咧，所以真可怜啦。所以。咱知，尤其是伫旧年，2012年正月选举，咱选输啦，所以大家足郁卒的，郁卒甲身体拢拍歹。其中就是我啦，我嘛身体拍歹去，所以我真郁卒，所以我后来我台湾新闻拢不爱看。无效啊啦！看安那变了，变袂赢伊啊啦！吼、哦，啊是安那袂赢，我拢唔知影，我唔知影啥物，我知影讲无效啊啦，台湾无效啊，搁当嘛无效，我是安尼感觉。但是我一个真，我咧养病的中间，一个真偶然的机会，互我看到海外网的一个消息，就是咱的副总理蔡明华先生，伊讲的一个题目，一个题目。伊讲要如何终结中华民国流氓政府的政权？哦，我看到这节目足好咧，我看了到就足欢喜咧。到尾啊，伊阁介绍咱台湾民政府的网站，好，我赶快爬起来。马上上网。马上登记，所以我伫中间，我写了一个打油诗，我伫遮提出来甲大家分享。这打油诗是安尼讲，我讲咱孙悟空啊，真厉害，他72变，但是再怎么变，再怎么厉害，拢无法度跑到出去如来佛的手掌心。啊，是安怎？安怎样不？就是他靠地点起什么会魔咒啦，所以真感谢，真感谢咱一挂咱的先进，咱的林博士，
林志祥先生，咱的台湾竞赛何瑞远先生 Mr. Richard Hassel， 甲咱注意先进，以及中间为咱台湾拍出一个出头天的路啦，你讲对唔对？yeah. 所以，我为二十几期、三十期开始看，我看差不多七个月、八个月，我看足久嘞，因为我在养病啦。但是我真欢喜嘞，因为我看这个论述，愈看愈欢喜，就是这条路台湾才有救啦。所以我愈看愈欢喜，我真紧就徛在遮，甲大家做伙，搁一夹尾为着甲咱大家为着台湾来拍拼。所以，我写这个导游诗讲吼，这个孙悟空这么厉害，但是因为咱在注意先进啦，有当将这个我干嘛？菩萨。把这个菩萨变作泥菩萨，要阁叫这个泥菩萨，要叫阁过江，让泥菩萨自身难保，这才是我们的法宝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咱台湾人爱清楚，这个魔咒一定要铁罩，这个台湾流亡政流亡国民党的体制一定要把它丢在垃圾桶里面去，不要再没有事情就把它拿来打到底，这是影响我们打到底。哦，是的，这是影响我们打到底，真是的，真是的，因为我说了想过激动什么给我拿走去。真是的，我们知道咱哩2006年到2009年，哩这三年中间，咱台湾民政府的先进带了咱228个台湾同胞去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.C.， 伊也了伫遐为啊典范呢、高典范呢、最高范呢，伫遐咧为着咱台湾人来出声。来告美国，咱知要告美国是用美金的啦，所以咱必须定定来讲，也感谢阮大乡、阮大侨伫这中间也同款，甲咱乡亲同款，伫遮为着咱台湾来拍拼、来出力、来出钱啦，所以真正感谢今仔日有机会伫遮遮，咱来甲咱大个乡亲来为着咱台湾来拍拼。我相信得无偌久啦，过差不多一年、两年以后，咱真紧到台湾要出头天啊！所以我希望伫咱出头天的同时，也是无偌久，希望咱台湾的无咱的台侨，也是台商的世界各个所在，会通伫真紧的中间，等下咱台湾政府的总部。来这来开咱台侨台商的联合会，这是我的心声。啊，真正多谢各位，谢谢谢谢。啊，足感谢大家爱一个思考，我呼吁全世界的本土台湾人。拢甲咱啊，纽约骨头啊，老啊，医师看齐回来受信，安尼希望有听到的人拢来，足紧足紧，流亡政府就倒啊啦，安尼对唔对啊？好啦，国家报告一点的代志，咱来看。咱台湾民政府的挂牌啊，迄、那个啊的图案，来看板，大家有看到无？实在
足紧的时间，2003年1月7日啦，咱的忘年会结了尔，美国有关单位打电话来啦，讲啊，恁卖用台湾民政府啊啦，恁用啥？恁用讲台湾政府啦，所以台湾政府会有做啊识别啊，予大家搁看一下。这就是要甲全世界的本土台湾人拢倒来受训啊！啊，我今仔日啊报告啊，甲遮剩我10几分的时间啊，啊要予总理来甲阮啊来甲咱啊。做结业啊，迄类啊，恭喜大家吼，已经结业啊，吼，恭喜大家啊！啊，咱来啊，请啊，总理。大家好。本来讲要请咱议长专程来甲咱做闭幕式。爱心客气讲，我讲15分钟就好。啊，剩下要阁花15分钟，吼、哦。啊，我实在是那15分钟，吼、哦，哇，差不多有够啊。啊，所以尽量和咱议长来甲大家做一个沟通安尼。头先啊，足感谢咱 Dr. Liu 吼、哦，刘伯辉先生，甲咱讲遐讲的、面的、鼓的话，嘛不是干呐，甲咱尔。甲咱全世界全球的本土台湾人、台商、台侨，拢包括在内，大家一起来，心连心，手牵手，为咱台湾的独立自主来拍拼。但是，那接近咱成功的日子，咱都要拿小心，步步为营。每一步拢爱打得真踏实，咱才会当达到咱成功的迄个目标。哦，今日我伫这所来短短时间，要来甲各位讲的勉励，就是讲每一个咱在座各位，拢是经过初级班、高级班的洗礼，法律律师的洗礼。那要未人嘛是爱去报初级班的课程。就是咱将来民政府的中间干部，中间干部就是要做一个领导者，要安怎才会当做一个优秀的领导者，让咱这个组织、咱这个团体每一件代志拢做甲真圆满，这非常重要。做一个优秀的领导者，有先天的条件，先天的条件就讲伊本身想法爱真正直，正直是第一个先天的条件。第二点就是讲，伊要有基本的聪明才智，哦，唔是干那聪明尔，迄智的智慧，哦。第三点要有稳定的情绪，稳定的情绪，介重要。咱的组织内底有个人是会当讲情绪变化多端，有当时啊，忽然想着啥物物件，啊是生气起来，啊就来讲出这款来伤害。咱的团体话做出伤害团体的代志，这拢无，这拢有可能的。所以，这都爱咱有稳定的情绪，吼、哦，这是先天的条件。所以是安怎讲？一流的政治家，还是讲这个优秀的领导人才，伊的情绪拢非常稳定。当然，这款会当对咱的面相看得出来，吼、哦。所以，咱希望讲所有的干部要选择咱的重要的干部来滴，一定爱这方面要有。科学甲了解，然后除了这个先天的条件以外，爱有5种的特质。第一种的特质，咱会当训练。这5种哪会当训练呢？第一点就是讲，爱有正向思考的能力。什么代志要乐观，从好的方向去琢磨哦。啊，然后带领你的部属，爱有迄个正向思考。第一点是安尼。第一点，会当激励你的部属。和你的部署，伫个这个负面的情况之下，伫个
工作做了不顺的时阵，会当继续认真拍拼落去。这第一点，第三点，对做代志爱有志气。哦，是就是是，非就是非，未使你模棱两可。中华民国、中国文化，来个台湾时，往往大项代志都模棱两可。安尼会使哩，安尼会使哩。哦，所以是喏，无根据法律嘛，无根据这个自然法，就是讲咱讲自然法，就是讲一般咱所想的。天，大家所想的这里的道德标准哦，这第三点，第四点就讲要有执行力、执行力。第五点要有热情，迄热情足重要。我想参议长，咱张议长来讲，我足感谢，足感觉讲伊迄个执行力足强的。伊甲你提啥？提传单、宣传单、DM 到处去分，啊，然后伊的学生还是伊的朋友。有要替咱分的，伊拢送到位，我定载去个阿来乌遐，从迄个传单送到迄边，伊迄个朋友迄个所在，啊，回去吼，甲咱的DM 去分出去安尼。所以这五个条件吼，头前迄三个是比较上较个性上的问题。咱的个性，你是不是正直，甲咱自细汉的教育有关的，甲伊本身的本质有关的。你若讲正直的人吼，往往袂讲。讲迄个白贼话，吼、哦！啊，咱一定要训练每一个人，咱将来台湾社会，大家拢实实在在，安尼做代志，才做会好势。所以我讲的这八个特质，吼、哦，咱就是头前这三个特质较困难，吼、哦，迄是先天故与生俱来。但是其他五项，咱希望少年呢，一定爱认真去训练家己。过来讲，就是个有正向的思考能力，吼、哦，能激励你的部署，吼、哦，有志气。无模棱两可，是非分明，吼、哦，过来有执行力，过来有热情，迄热情非常重要，迄热情互你吼自娱自乐工作，甲代志做到目标达成为止，安尼吼。所以啊，伫这个竞争的时代，咱这个时阵啊，咱需要啥？咱需要吼做些将才，吼、哦，咱将来建设咱这个社会，建设台湾，哎呦，需要做些将才。所以这中间啊，人人拢会当做将才，但是就是爱家己训练家己。吼、哦，将才要做啥工作？平常心，咱都要去收集相关的资讯，分析相关的资讯，要分析能力。所以逻辑观念重要。秘书长一再强调讲，要有逻辑观念。所以大家一定要训练家己逻辑观念，要去思考公投的在位。第三点就讲，你要思考问题的所在，吼、哦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。过来就是讲，决定要采取什么策略达到你的目标。如果初初去进行工作有困难的时，一定要改变你的策略跟方案，反复推敲，反复改正，安尼才会当达到咱最后的目标。所以哦，除了咱讲这些呐，我看一本册叫《同门同学》写的哦，要安尼做一个领导者，好的领导者。伊讲哦，要有先见的之明哦哦，看到头就知影会先见之明，资讯收集的能力，资讯判断能力，决策的能力。行动的能力跟体力，所以健康很重要吼。第二点以外，伊讲爱啥？爱有国际化的思维，爱有在地化的行动。你有国际观，在做代志的时，你伫当地你会当做啊做好事。所以我希望讲每一个人爱从今要训练家己做一个好的领导者。然后我要甲大家报告就讲，咱民政府基本精神是根据这个国际法、战争法、吼、哦、军事战略法、海外公约。日内瓦的公约甲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咱来成立台湾民政府。啊，台湾民政府呢是合约了来美国来停止中华民国联邦政府的军事占领，吼、哦，赋予咱台湾政府吼、哦、行政管理的自治权，进行咱台湾建国的工程，吼、哦，因为咱是无要革命，无要闹会，吼、哦，完全用和平的手段，不合作的。方法，吼、哦，要来爱美国，要求美国，甲不羁的中华民国联邦政权对台湾来改再立走，吼、哦，完全是和平的工作。然后咱另外就是讲，后续的工作就是要建设台湾，建做一个先进、快乐的乐土。咱的做法，咱的政策，吼、哦，首先咱是要，吼、哦，来根据法律，吼、哦。甲外交、甲国防交予 USMG 去处理，然后咱甲这个
外交国防的经费，现出时的这边的预算，提来做教育、文化、甲基础建设之用。这中间啊，咱定咱的语言的政策，咱是要做啥呢？以台语为主，就是讲台湾话、河洛话、原住民咱高山族的话，为主。然后咱的后代，咱的少年呢，爱学日本甲英文，这个语言的政策。过来，咱就是要用台湾文化为主体的文化政策，咱要学习的，就是要来进行咱类似欧洲的这个文艺复兴。我伫迄个连马子迄个摩连卡内底有讲起，文艺复兴。过来，咱要采取以台湾社会的背景，的这个教育政策，咱教育已经大大改。那像今仔会使周伟文教授所讲的，伊要咱的教育政策爱真大改革安尼。然后咱要确立一个真好的社会福利政策，让每一个人拢会当安居乐业。过来，咱的产业政策就是要以农为主，以农为本本的这个产业经济政策，过来就是要以台湾为主体的海洋政策，因为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，所以咱的海洋政策要做好。过来就是讲，咱的目标建设台湾做一个商业大国，农业大国，所以伫财政金融的制度内底，咱一定要做到配合这个商业大国的必要安尼。最后，咱要做的就是要转型正义，甲这个肃清这个贪污，绝对袂使贪污腐化。所以，咱所做所为，甲国民党、甲中华民国的体制、甲中华民国民进党完全无共款。所以，咱这个转型正义一定要雷厉风行来进行，建立一个有公义的社会。过去八十六十几年来，不公不义的政府、不公不义的政权，伫这个所在甲咱吞打，咱来做足大足大的改变。所以，咱要确立一个行政、立法、甲司法三权分立独立的这个制度。为了要达到这个目标，建设台湾变成一个乐土，咱大家爱非常坚持。我讲这话是伫第一遍2010年11月7日内阁成立的时候，我国务总理的报告的结论，我讲咱需要伫啥？意志上爱有坚定的信念，伫态度上爱积极进取的精神。面对建国这么大的艰难伟大的工程，咱爱用无比的迄个毅力，绝对的忠诚，对台湾人的忠诚，集中咱的力量，为台湾奠定千秋立国的基础，让台湾人拢有当免除独裁、专制、职务甲政治系统的侮辱，然后咱生活伫幸福快乐的台湾国之中。咱这个目标非常远大，少数的人伫这个所在呼吁是无路用，一定要大多数坐咱台湾人完完全全的觉醒。所以我这个月要出版一本书，叫做《觉醒觉醒》，副标题Awakening， 英文是 Awakening， 觉醒副标题是台湾的主题甲建国，将来长远的目标，伫30年、50年以后，咱需要建立一个伟大国家，这个国家伊是一个农业大国，伊是一个商业大国，伊是一个科技进步的国家，伊是一个文化艺术拢完全会当甲欧洲、美国会当屏蔽的所在。因为咱台湾人非常聪明，脑子非常好，但是可惜68年来脑海内底堆积着中国的屎，中国文化屎，咱只要甲这个中国文化屎清除，哪像？咱蒋维文教授也在讲诶，讲胡志明讲啥？胡志明讲，宁可去闻法国人的屁，也不要去吃中国人的屎，知不？咱就有这位啊，所以你这位甲讲出来，咱台湾人啥人无得出头天？头先刘博士、刘医师已经讲足清楚，因为咱有一个魔咒伫这个所在。那就是中华民国中国文化的魔咒，咱来把这个物件拆掉，充分的觉醒，咱就赢了。所以，我伫这非常感谢，我会当伫68岁这个年龄，会当甲大家徛做伙来共同为台湾的未来光明的前途打拼，感觉非常过瘾，感觉非常光荣，非常欢喜，非常快乐。希望此后大家互相帮忙。互相提醒，提示啦，提示啦吼！
大家真正讲，卡生爱扣做伙，咱这句话是俗语啦。然后卡生扣做伙，吼、哦，卡生拢扣做伙，对，团结起来，团结起来，团结，团结，再团结，成功就在眼前，多谢。安尼，咱大家起立。啊，敬礼。多谢，多谢。啊，大家椅啊，举起来都。